너 어깨 아렸구나. 你要回到家。我上班了，学生很多多啊，假如你今天有，那时候八点出家了，八点出家了，今天很多嘞。太早。
这东西就是说，都没说的。
你也到写到古大地，要往土地搞。见过他，他喊，你也想不过马的，马家的兄弟。我听讲，我听讲，有一个当老板的，他那个房价真贵呢。做老板的，都没等那么多，来都死死了。先乱等他了。ก็ลองมาติดป้าก็ติดใจชุบเลยนะอย่างปีนั้นเราเป็นชุบด้วยนะจริงๆ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หลายคนมาชุบเลยนะเดี๋ยวฉันจะยืดจ่อ